洗面乳、粉底、乳霜，这一整排深受女性喜爱的化妆保养品，其实全都是赃物。知名外商药妆连锁商店屈臣氏 APP 遭嫌犯攻破，以结账金额零元出账，实际不法所得高达200万元。这歹徒也蛮狡猾的，他利用一些网络的一些技巧，他可能找到了一些漏洞的痕迹，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际，让他整个金额变成零。那最好玩是连运费都归零。那厂商的部分，他没有办法去稽核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，因为一般那种机器自动跑，他就认为是真的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估算一下，他整体的金额损失200多万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曾在屈臣氏担任仓储管理职务的27岁谢姓嫌犯，伙同36岁丽姓女嫌，利用应用程式界面系统漏洞，破解 APP 结账功能，并将商品结账金额更改为零元，顺利出货，再转至其他网拍通路贩卖。目前已成功订购2000多笔商品，估算金额高达1500万元。对这个案子，在交易比较大额的3C产品的时候，那个厂商有主动去稽核到他们某一些使用者，其实他用了很多身份，然后他发现基本上他的交易都零，所以他主动来跑来电侦大队跟我们做报案，那我们再成立专案小组来做侦办。谢谢利用人头电话注册 APP， 每天以零元价格大肆购买商品，再转到自己架设的网络卖场低价转卖牟利，涉及刑法第339(3)对电脑机器诈欺罪。警方除了以50000以及30000元将2名嫌犯交保候传，也不排除是内神通外鬼，将进一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。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。